医学倾囊分享，掌握续命关键。我不要你这个医院的烂东西，啪就把它扯掉。哎呦，到我们的医院才第四天，就整个都正常。这就是那是管理的问题。家属怒拔，就把那袋子拔掉。搞不清什么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报个新闻。有人吃了豆干之后是肉毒杆菌中毒，豆干好像有。哎呀，昨天他你赶快去急诊，我总共去看他猝死的。我拿电影器就电击，当下如果没有他太太，那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